再来来开圣经，圣经古约作书啊，圣经啊后壁面作书啊，安尼对第一章的第一节来看到第四节，作书啊是第一章第四节，安尼经过面顶来看，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第四节。耶稣基督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律法，摩西死了后，耶和华吩咐论的子，耶稣啊，就是跟随摩西的讲，我的律法，摩西死了，他立着起来，正人过这个约旦，去我所赏赐以色列人的地，既然你的脚掌所搭的地，我拢要赐予恁。照我对摩西所讲的第四节，对旷野甲迄个黎巴嫩到大河，就是伯来河，迄人的全地，佮到大海，往日落的所在，拢要做恁的境界。先讲给大家，分享一下咱所读伊的话。这时来请